明香，姐姐，我不知分别何时来临。我总归是伴姐姐左右的。若天黑，便拆烛火作月；若露寒，便折花枝做柴。微霞尚满天，无人躲得过夜火烛身。神佛皆叹，我定要破了那诅咒。世间苦难，劫月入人心，永世共沉沦。无论那地界传说几番真假，我都暂且信之。姐姐，瞧，这不见咒会的地上亦有人间。没受伤吧？幸而得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。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那根据之前在玄宇的 PB 里面哈，也就有看到云香的身影哈。那从那个时候大概可以推断，他应该是个火属性的宙斯啊。那果不其然，他真的是火属性的宙斯。好，那在今天12月14号官方天地解锁游上面呢，微信跟 TopTop 上面都同步更新的云香的技能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多强吧。好，天赋哈，自身三格内存在敌人的时候呢，法攻提高8%到15%哈。行动结束后，对自己10至7个随机1到3个敌人施加燃烧状态。哇，不过这感觉已经是3到6星是最好的啦，这是废话，人生六星当然是升六星啦，等下6星真的变多了一个敌人，可以施加燃烧状态。你看十字嘛，有4个方位，那至少3个方位、3个方向可以施加1层燃烧，而且持续2回合哈。而且如果你主动攻击哦，带着燃烧的目标的时候，对战前触发燃烧状态，立刻造成一次固定伤害，然后燃烧状态乘数乘12%的最大气血。哇哦，你看如果搭配宇文拓啊，是不是蛮棒的呢？好，不过这个宙斯他虽然是宙斯没有错，但是宙斯通常应该不会离敌人这么近才对，理论上，不然就是要放铁盒在旁边，然后让他周围的敌人多一点，那法攻提升多一点这样子。好，不过那个七格真的很远，真的很远。好，再来特色技能哈。黄焰回旋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0.5倍的伤害哈，哦，这个弹射这一招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，然后在目标身周2格范围内的单位造成弹射伤害哈，每弹射一次呢伤害降低7%哈，那最多会降低20%，然后有15%几率会施加晕眩状态哈，这个施加晕眩是每弹到一个人就有15%的几率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容易触发欸，我觉得。然后对燃烧目标哈，会额外提高10%的几率哦。我靠，当目标2个范围内不存在除施术者外的其他单位，可以弹射至施术者，且施术者不受技能影响，最多弹射4次，且优先弹射未造成过伤害的目标哈。欸，这太夸张了啦，这个晕眩太夸张了，这个看起来基本上应该都必带的吧。你在打 PVP 这招很危险欸，这招真的很危险。好，策划说有说齁，弹射的机制齁，当技能命中小于5个敌方单位的时候呢，可以对一个目标造成多次弹射的哦，多次弹射伤害哦，且技能每次弹射都有施加晕眩，你看 超扯，每弹一次都会施加晕眩的状态的几率哦。好，再来技能祭火同名，主动使用对范围内的所有方施加神锐辟攻，这个范围多大？看起来蛮大的，哦，很大，哇！这个如果你抽到这一只慕容针，真的是，应该说慕容针还是有它的用处啊，因为慕容针可以回血，但它云香就不行。那云香这个
加这个 buff 真的是太 OP 了，这范围蛮长的，看起来蛮长的。好，再来被动哈，被动自左，那主动攻击对弹中法攻会提高 5%， 且对弹前使目标身上一个有益状态转化为燃烧哦，这个也是必带了，被动，这已经是必带了，这太扯了，把一个有益状态变燃烧，然后云香的天赋对燃烧会提高伤害，哇，太棒了吧！而且我没有夏侯仪，所以我还蛮想抽的哦。这个是幻炎凝诀大招，好，当个敌攻击当个敌人，然后 1.6 倍的伤害哦。重点是对战前哦，可以驱散目标三个 buff， 然后且战斗后开启幻炎烈阵，持续两回合，自身两个这个烈阵呢是自身两个范围内，如果有方主动发起对战且优先攻击的时候，使其本次战斗中提高 15%， 就很像那个什么玄机那些。空间一样哦，施加暴击啊等等的。那这个是烈阵啊，对目标携带燃烧状态则额外提高 15%。 总算有一个大招是很值得放的，这个我就觉得很值得放，可是还是要看状态啦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辅助友方，然后攻击加成，然后可以打快一点哦，这个蛮好的，如果是这个我就有可能会带的。好，再来，然后总结了没了，应该有一些共用的小招式啊，不过这边都没讲。那技能组合：黄焰回旋、幻炎凝诀、自啄，然后这边写说，是偏向 PVP 攻击，不过我们到时候还是要实测才会比较清楚啦。啊，祭火同名，然后黄焰回旋、自啄，黄焰回旋是最后一招吗？不是。好像回旋是哦，这个弹射的，这个是弹射招，大招炎之哦，还有炎之力 ，OK。然后魂石基本上是妖术师跟诸位魔火没有问题 ，OK。这一只我还蛮强烈推荐可以抽的，他那个弹射招是可以施加晕眩，真的是太诱人了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哦，这一只真的是很值得抽哎。我自己觉得蛮值得抽的啦。好，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按一下订阅，按个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支云香的角色。那如果他出了，那我自己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抽的，好不好？个人推荐啦。好啦，就这样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